完蛋，我嘴甲断啦！哦，遐我跋倒，你也是真厉害，你有这种票票？无啦，人咧在卡，咱的粉丝拢讲歌坛情侣，你是咧？拢讲我甲伊是歌坛情侣啦，人伊即摆偷客兄，你莫定来甲我比到做伙。啊，你即摆毋是甲串烧好咧斗？合唱。哦，毋是甲伊咧斗呀？我只好你拢讲甲小五哥咧斗咧。合唱。啊，甲伊斗到有较好。嘛袂歹，如果你甲我斗，你嘛要碰起来，咱串烧好，你斗嘛要碰起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董玉芝。伊拢毋捌带你去食点心呀？我食点你两千块，不错啦。你卖不错啊！拢无安怎？五哥拢做绅士哎，袂安尼啦。对啊，拢做啥物？绅士。你有没有看过我丑陋的一面？来啦，你在我心中保持完美形象，那你看好。无啦，我即马是咧讲蔡小虎啦。你马飞啦。啊，伊敢是足丑陋个啦？袂啊，伊拢对你拢无，伊拢袂卡来手来嘛。袂。我是足喜欢啦。我讲听讲你若发真歹。哦，我哪都歹。我是有听到风声，所以我唔敢。算真好，带大家甲无听到。好啦，啊，上台吼，莫甲你耽误伤济时间啦，遐若无伊讲，因为这一场拢十万块嘞，莫讲轻小子，不好意思啦，大家有实在再加轻一捆啦，要无上台就唱歌三两歌唱了吼，啊跑啊乖乖嘞，就对人走啊，不对人走啦，真轻呀，啊不对人走，都明明你即马在咧斗斗迄蔡小虎啦，不是斗啦，你这个人耳根正正个，我教袂。好啦，唱歌啦！你先来唱歌啦！啊，你莫甲夏姐话，你唱着一条歌，咱家你甲介绍一下。你是要跟我合唱哦？你想要两条，我就要听钱啊！无啊，我敢讲以前出好你，你嘛袂使两首歌就要听钱，你是头家。头家担当的，陈导弟啊！我迄串无变，大哥弟啊！你两个这是假的，我还阁唔知呢。我敢必是要用粉椒飞机飞啊！台湾小弟主，结婚照的结婚，你敢袂晓讲？会晓无啦？你甲我纠正啦，我有一时讲唔对去。有诶，结婚照的比鸡腿，你甲我纠正一下，这大家拢会晓。我唔知位唔对呢，倒位唔对？对吧？来，小四爷大姐啦，你为什么比鸡腿你甲讲？你袂晓？你天天唱歌，你比我细岁，这句你袂晓？阿伯老大。我头拄有交代哦，讲抖音整起来哦，我一定要先甲人，人个人个欢喜再来唱歌。讲哪有可能？个抖音整来个，人个处女呢？什么啦？你唔知这会罚钱个吗？你等哪无伫遐去，你袂坏啊嘛？讲这无要紧啦，你嘛人也知你拢无交男朋友。啊，你袂交，我讲啥？我头了就管。你乱讲。爸爸讲袂使乱交，袂使乱交呀。哎呀，啊你藏久会烂呀。爸爸问赶紧。藏久会烂，像咧死鬼啊！你话要藏久会烂，这边发钱哦。一直拢个钱。我这吼主持二十年啊，比杜新文啊，对互联网开始拍天啊，拍起啊，即马全国吼，我即马拢未犯规，拢未去用罚钱。你敢会使专业别位各自专业，这种的唔免想过专业，拢专业不犯规。专业不犯规，然后你上厉害。我咧 NCC 哦，逐摆拢讲。啊，用要甲捽落啊，吼！抓你无法嘞！啊，带用要开落啊！好厉害，红豆呀！这句话都会使还不过。如果要还，感觉家己有代沟。人讲会烂的，到会要紧。人讲你藏久，后面到会要紧。袂使，你袂使安尼讲我。对吧？啊，人若讲，爱用通道，安尼到会要紧。你奇怪，你阿陈陈伟平时阵，你家己讲好无？无啦，我头拄有甲，我真正有甲观众朋友讲啦。无即卖人网络的，头拄还陈陈伟唱歌歹听死人，我要等到即卖哦。对嘛，咧直播咧，咱就是讲董玉芝要来，我就是讲要甲你人哦票，要甲你人笑票，再来唱歌。我来加五工，我感觉我的等级无限上纲，上个礼拜就厉害了。我甲你升级，对处女级哦，甲你升级。
是去到老仓的去嘛？老仓的你知无？知。啊。哎呦，老张哎呦，哎，今麦过来，这个哎，麦克风禁禁掉。哎呀，老张哎，你知影啥物无？来，这麦克风禁掉，可袂害等等的合体。拢禁掉啊吼！老张哎，叫我叫我欢迎到家庭啦，你知影？卖乱讲啦！我所以我就跟你升级吼，对迄处理已经跟你升级老张了。人听到网络直播，对啊，无啦，那拄仔拢怪，拄仔拢怪怪。所以伊嘛是有蹦啊，来，有蹦三十九台网络直播的哦，你要要看现场吼，来红妈与生物世，哎，生态世界。要过你个来吼，红妈与生态世界对阵红妈与变态世界。你也是太平安呢？你邀请太多你，你我来哦，我就有事啦。上太子嘛，这讲到位啊嘞啦，哎，拢空空啦吼。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好啦，哎，人要安尼爽嘛吼，然后爽一下就过。好啦哈。啊，就咱只播名城啦。哎，名城你家己爱做啊。我爱美啊，爱美就做大个。好来，那抖音群合起，合起来歌叫做《无你的日子》。